民党副总统候选人林瑞雄这几天带着唐朝的推背图跑透透，昨天晚上他来到了彰化。林瑞雄说，宋楚瑜当总统是天命。跳雨的安祖大典请来歌舞秀的表演者，在如此寒冷的天气，他们的穿着很清凉。林瑞雄在贵宾桌正襟危坐，保持面无表情。等他上台，他又再度拿出了唐朝官员李淳风所画的推背图。宋楚瑜是天命要做，要做皇帝，要做那代事，那代事叫图，讲是根据要倒位，有一个人地偷的啊，地啊无刀的啊，改建筑动了条，我建筑无倒位。林瑞雄还说，连自己的姓都有天命在里面。天命就我两支茶，我这姓里面该倒大手，三支茶，按这动起来。甚至预言宋楚瑜如果当上总统，他会改变两岸的关系。宋楚瑜东方做台湾总统了，会对大陆的民主化会作大影响。林瑞雄背着推背图全台跑透透，纵使这几天被外界质疑迷信，他仍不改旗帜，而且从推背图里悟到的天命越来越多，也让民众见识到这位候选人的另类作风。民视新闻彭巨龙彰化报道。